好啊，就要宣读列权利了哈，那得也要放啊。来，现在时间是哈，那个113年，2月16号。那个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哦陈正义核发之拘票，哦你因涉及到哦那个113年2月15号的。那个妨碍自由跟枪炮案件的哈，枪炮案件，所以核发你拘票。哦，啊？当归啊，老大。啊，谢谢。草莓吧。水果粉。啊，草莓。你草有没有？没啥。没啊，没啊，有也没啥。先回去验，有就扣哈。好。扣里面还有。哦。开始说。哎，还有咖啡包的袋子吧。哎，封膜机在里面，有一个封膜机的。哎呀，封膜机哈。好的，谢谢。封膜机在那，它是自己封的。来，你卖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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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油。哎，第二个是，啊，这些，这什么？还有封膜机。封膜机有的。你家己汤原料家己蒸的，摆分装的，咖啡包，他有没有咖啡包成品？有咖啡包啊。鸟啊，那个成品，那个鸟啊，蛇啊，对啦，都讲无。对啊，咱拢外口讲，啊，物件蛮少买啊，物件蛮少买啊，外口讲。哎，咱，安尼是，咱先过来结账去。啊，分子数好啊！无，咱先爱分子数，卖坐坐坐，坐啊！别坐啊！你坐我刚坐上坐啊！好，我放后边椅啊！不要紧，这后边，这边的客人，咱两台车袂好啊？快带完了啊！而且你设两天就。